刘涛她是因为我太太那个角色，感觉到她老公遇到一些危险，她还是来保护自己，一个家庭。调查毒贩，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觉得他里面就是跟郭富城的相处方式其实也蛮逗的。警察局是几个条子啊？好多条子啊。他有时候都很精明，可是那时候又有点傻。你好，妈妈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。多少？是多少？两夫妻之间的一些对话，整个剧情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温馨的部分。是很准的，准个屁！他能够真的说服到观众，演技也非常好。慢了一些，对，慢了一下。对，我是多少？你等我回来，我再找你一次，好吗？这是杨师傅给我的一锤子。他们在一起拍戏，除了演戏上很严谨，然后生活当中也很快乐。二一十五，二七，怎么算数呀？他到现场就会跟那个小女孩聊天，戏里面有他们有一场对话，那个是我在现场看到他们聊天的时候，然后把那一段聊天做一点修改就摆进来了。对我们整个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定的力量。